最近江西萍乡的气功大师王林火了，简直就是一夜成名啊。今儿打开微博，王大师已成为当日热门微博第一条。看完几条相关新闻，网友也对王大师的人脉和神功唏嘘不已。至于真相是什么，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王大师的豪门小伙伴。好家伙，不仅辆辆都价值不菲，每辆车的车牌号也是杠杠的，粗略一算至少也要3000万啊。33条，33条，你看里面还有什么人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